上大学才2个礼拜就要交报告了，怎么办呢？对了，去请教学姐吧。今天为了进大学后的第一篇报告，担心了老半天，还好吃饭的时候碰到阿慧学姐，她给了我一份资料，要我去图书馆找书参考。我怎么没想到这一招呢？好，明天就去寻宝。阿慧学姐真是好人。对不起，我想找有关建筑的书，不知道该怎么找。我们有参考咨询服务，请您先刷卡再进来。你所要找的建筑资料，在中国图书分类法中归在920，但是有关建筑的土木工程相关法规、室内设计、风景建筑以及造园等等，则分散在各种相关的类目中。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找出所需要的类别。好，请跟我来。来图书馆的读者可以利用电脑公用目录查询，简称 OPEC，只要按照荧幕上的指令一步步操作就可以了。你看，我们可以先从书名来找，按照画面上的指令键入书名，你所需要的资料就会显示出来。另外，你也可以用作者、标题、分类号等来查询，查到你要的书目资料，再按所书号到书架上找书。成大图书馆从民国75年起开始利用电脑办理借还书。借书的时候，读者自行到开放式的书架上取书，再到出纳台把书和学生证或教职员工识别证等一起交给工作人员办理。书刊消磁后，便可以把书带回去了。还书的时候，只要将书交给出纳台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如果期限到了，书还没有看完，可以办理续借。已经超过期限，就必须先缴清逾期处理费以后，才可以续借哦。今天终于把报告交出去了。下午去图书馆还书的时候，好奇地问起有关馆内的情况，热心的馆员告诉我好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事，今天才深深体会到如何利用图书馆对一个大一学生来说有多么重要。成大总图书馆位于胜利校区，是一座工字形的建筑，总面积大约有9000平方公尺，自民国47年兴建完成，并且经过了64年到65年的扩建，以及79年到82年的内部整修改建和空间的调整，才有目前的规模。一本书有推荐，
购买到上架需要经过许多繁杂的手续。本馆从收到各种推荐开始，先经过书刊评选小组的审核，将审核过的书单整理，再向出版社或是书商订购。书刊到馆以后，经过验收、登录、盖馆藏章、建档、分类编目、书籍加工等各种作业程序，最后才移到书架上与读者见面。图书在书架上的排列方式是按所书号的顺序排列。书库除了存放一般图书以外，另外还有古籍中文线装书、技术报告、本校各研究所的博硕士论文等。中文期刊室有各种中文期刊，包括了现行期刊和核定本期刊，位置的排放都是按照刊名的笔画多少来排列。新闻期刊室存放的是现行新闻及日韩文期刊，排放的次序都是按照刊名的字母顺序来排列。另外还有新闻期刊书库，陈列过期的新闻及日韩文期刊。参考室里有各类的参考工具书、语图资料、留学资料。微缩光碟检索室里有微缩资料、多种光碟资料库、资讯网路，让读者来检索使用。视听资料室里提供了各种的视听设备，方便读者观赏使用，包含了录影带、影碟以及录音带等各种的视听资料。本馆提供的服务有电脑公用目录查询系统，提供读者线上查询个人借书状况、本馆藏书的流通情形、检索馆藏图书资料、查询全校期刊限期以及馆藏状况、线上续借及预约图书。参考服务在指导读者如何利用本馆馆藏，包括引导读者使用书目，并且介绍各种工具书的使用方法。另外，关于在哪里办理借书、离校手续如何办理这一类的问题，都可以借着参考服务得到详尽的答复。此外，本馆也不定期举办讲解活动，指导读者如何利用图书馆。馆际合作，读者在 OPEC 上查不到的资料可以利用馆际合作服务。本馆加入了科技还有人文两大馆际合作组织，可由联合目录向其他会员图书馆申请文献的影印以及图书的借阅。本馆也提供线上订购服务，可以直接向国外申请文献资料。资讯网络服务可以直接线上检索的资料库，包括了国际百科资讯检索服务 Dialog、 STN 科技检索、全国科技资讯网络检索 StickNet、 台湾学术网络 TANET、 国际学术网络 Internet、 光碟网络检索、电传视讯、线上订购服务以及资讯网络检索讲解等等。留学咨询，学术交流基金会派有学生顾问，不定期举办留学讲座，提供留学的心理咨询，并且协助查阅国外各大学的资料，提供选择学校与申请学校的讯息，协助解答出国手续的各种问题。
成功大学图书馆 Gopher 系统，希望藉由这个管道来收集、整理，并且提供本馆以及国际学术网络上重要的资讯。巡回运输车服务，方便全校师生借还图书。影印服务，在馆内设置影印机，供读者影印馆藏书刊资料。除了总图书馆以外，本馆为了使全校师生都能够充分地利用图书资料，也陆续成立了各分馆。民国73年十月，首先成立了医学院图书分馆，简称医图。医图位于建国校区内，在民国78年一月迁入医学中心研究大楼的1、2楼，专门收藏和医学相关的图书期刊，提供本校医学院及医学中心教学、研究以及医疗所需要的资讯。另外，还特别设立了5田书房，提升医师的素质与水准。医图的入口处设有图书出纳台，可以办理借还书。参考服务台提供参考咨询服务，另外还包括了电脑公用目录查询区、参考书区、现行期刊区、休闲期刊区、微缩资料区、视听资料室、院史室以及书库等。文学院更在民国82年五月，整合该院各系所图书室的书刊资料，成立了文学院图书室，简称文图，正式对全校师生开放。文图位在光复校区内云平大楼的6、7楼，收藏以人文科学类以及艺术类为重点。除了图书出纳台，还设有电脑公用目录查询区、网络检索区、参考书区、休闲期刊区、现行期刊区、微缩资料区以及书库等。另外，并特别成立了台湾史资料室、俄文研究专区、魏晋南北朝学术研究专区等，方便师生研究。紧接着，在民国83年八月，管理学院也将该院各系所图书室的书刊资料加以整合，成立了管理学院图书室，简称管图，正式对全校师生开放。管图位在光复校区管理学院大楼的地下1楼，设有图书出纳台、电脑公用目录查询区、光碟检索区、参考书区、期刊区、视听资料区、博硕士论文区、微缩资料室以及书库等。各分馆所提供的服务项目基本上和总图书馆是一样的，提供的项目包括了图书的借还、电脑公用目录查询系统、各种参考咨询服务、馆际合作、资讯网络检索服务、巡回运输车服务等。以上是简单介绍总图书馆和各分馆的概况，以及所提供的各项服务。希望经由我们的说明，使你更加了解如何使用图书馆，进而能够充分地利用它。哇，今天真是个丰收的日子，明天起
我再也不是图书馆的新鲜人了。图书馆忙碌的一天又要开始了，我们随时欢迎你和我们分享这充满书香的宝库，使你跳出新鲜人的行列，徜徉在浩瀚无涯之的世界中。谢谢你的观赏，再会。